这个要怎么自我介绍？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大家早。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东京的日本的东京来的。我在日本住了25年。从13岁就住在日本到现在，我是去年的12月5号回来台湾的。我从来没有在台湾待过这么久，这25年之内，这一次是最久的，超过1个月以上，所以可能我台湾话讲的不是很好，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然后呢？我想请问一下齁，大家对这个日本的那个要怎么说啊？因为台湾有那个波波波波啊，可是日本的只有平假名跟片假名跟那个汉字啊，汉字就是所谓的国字，他们平假名呢啊，这个是片假名啊，因为那个平假名就是那个丁丁，换一下那个平假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片假名啊。好，阿林，刚才你们大家看到那个叫平假名，这就类似那个日本的那个波波摩佛啊，这样子，然后就是跟汉字。那这个平假名呢跟片假名差别在哪里？就是说它片假名啊，就是这一张，对，就是这一张，他们外来语用的比较多，这样子。那请问，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上过日文课的，或者说你们日文有没有就是日文程度比较高的，可以举手吗？哦、OK， 不知道。那这样子，对，那大家就是比较少知道这个平假名怎么念，对不对？对吼，那这样好不好？跟着我一起念好不好？好，谢谢。丁丁，平假名。大家看得到吗？可以哦。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念啊。这个就是啊啊啊。啊啊一五诶哦卡奇库克库西斯塞索达基兹德多尼努内No, ha, he, who, he, ho, ma, mi, mu, me, mo, ya, you, yo. 再一次。You, you, you, yo, yo, yo. 拉里鲁雷罗哇呜哦那大家都知道了嘛，都会念嘛，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念的都比我好呢。那这样子的话齁，那我们来简单的绘画好不好？
平假名，会不会叫片假？片假名，哦，叫假名。然后大家有没有这一张？就是因为昨天我还改的哈，勾勾啊，就是这里是的意思，好不好？多呢。这里是，就是这边啊，我们现在坐站的地方，就是这里，勾勾啊。就是 Coco 啊，台湾 safe， 台湾政府，九欧开港啊，因为这里是，对不对？这个都有写的，中央啊。然后我但是大吉诺是秀九 ，No， 我但是大吉诺是秀九。西秀九，这个秘书长就是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懂啦，什么叫秘书？谢谢，就是说秘书长，好、哦，因为呢，秘书长这个是怎么说？国字啊，但是呢，我曾经为了这个秘书长哦，想了两天。到底什么是秘书长？因为我的脑袋里面在那边待了25年嘛，但是我翻译过来的，如果说呢是要日本讲的话，他叫事务总长。所以我希望上我这一堂课之后见到那个我们的老大，那个林志升先生，希望大家可以尊称他为吉木寿九。嗯。因为毕竟我们都上过课了嘛，对不对？好不好？那大家跟我念一次：吉木寿九，吉木寿九，吉木寿九。嗨，谢谢。私たちの秘書長、吉木寿九は。竹林師匠先生嗯，这里要停一下齁，竹林師匠先生，没看到人 OK。 今年啊，对不起，等一下齁，那个因为他的日文叫做武林自身啊，他给巴亚西啊，西修，然后神社嘛，那因为我是他的日文秘书，所以我就直接就把这个日文的把它帮他翻译过来啊，就是武林自身，那叫做他给巴亚西西修神社 ，OK。谢谢，然后教一下大家简单的绘画。今年是平成25年，因为如果说那个我们政府真的接近的那个跟日本一起交流的话，我们不可以用什么民国啊，或是那个什么2013嘛，那我们是日本的臣民，对不对？那我们就应该跟着日本的步调 pace 去走。那就是今年是平成25年，今年は平成25年。大家一起好不好？这个一边那边一边，我听不懂。今年は平成25年。今天是星期天。今日は日曜日。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啊，我等一
等一下啦，我先自我介绍完嘛。我是吴奇，不是。哎、欸，我刚刚高点嘛，高体哈。那个哈、哦，吴奇啊，昨天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州长跟我说哈、哦，我的老婆。那我也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会嫁给我爸这样子。吴妻这个姓哈、哦，在日本真的说很少。那我那个时候国中还没有毕业，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写信回来给国中的朋友啊，大家都说：“哎、欸，阿比亚，你怎么写老婆啊？”那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姓在日本真的是很少，非常少。嗯啊，我是瓦达西瓦，阿兹马雷斯，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我是从东京来的，日本的东京来的。瓦达西瓦。阿兹马雷斯，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みんな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慢一点，慢一点。好，みんな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个就是，我是吴七呀，日本的东京来的。大家请多多指教。我觉得哈，像我在那边哈，有很多东大的学生或是研究所出来的，他的就是说书上啊，他写得很好，但是就是他不会自我介绍。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人家交谈啊，讲话的时候，比如说我叫吴七。那我就会说啊，我是吴七先生，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哈、哦，不能加一个赏啊。嗯，那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啊，或者说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司，比如说老板啊，或是部长啊。我发现到很多台湾的同学都会讲什么下酒赏啊，或者什么什么补酒赏啊，什么什么赏的。其实你把那个开头啊，就是说老板跟那个部长，就不需要再加什么赏了。好像我常听到什么哎哪里哪里什么，比如说他可以把戏下酒赏，就很偶卡戏啊，不需要加一个什么赏。就直接，比如说，哎，董内，请问你贵姓？游泳的游。游，嗯，啊，右上那打来呢？这个这样子就可以。比如说他是老板的话，我就直接说啊，小舅，我还有什么事？这样子不需要说什么小舅上啊，因为那个他开头啊，已经是一个老板在了。比如说部长的话，就一个部长就 OK 了，不要再加上说啊，我是什么什么赏，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啊阿兹玛赏，或是什么样的话，因为你去买东西或是跟人家讲话，是不可能说哎，我是吴七先生，然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或是怎么样，没有人再加什么后面的赏的，这样子大家明白吗？真的假的？明白吗？就是自我介绍，或者说他的开头啊，
不需要加什么赏不赏的，就直接这样子说比较好。也是有人说啊，我是林小姐或什么什么的，可能比较不好去说啦，懂吗？懂 ？OK， 好，宁定，然后早上好，就是 Ohayo gozaimasu， Ohayo gozaimasu。这个 Ohayo gozaimasu 早上好哈，就是大概是十点以前都可以用的。嗯 ，Ohayo gozaimasu 就是早上好的意思。然后再来就是十点以后，十点以后，他们有一个时间性啊，就是 konnichiwa。konnichiwa 就是今天好，今天好这个意思就代表是十点以后到那个天啊阿伯欧的时候啊，还有那个亮亮啊，还有那个不需要靠路灯啊，就可以看到人，就可以打招呼 konnichiwa。 下午也可以讲 konnichiwa， 比如说三点四点这个时候啊，黄昏以前。对对对，诶，请问是谁教我的？谢谢，请问贵姓啊？洪，哦，哦，洪先生你好，我是阿志嘛，有的是跟我来相识。你要回答我啊！你要回答我，有的是哥 ，yes。然后大家记得就是在那个还有黄昏以前呐、啊，黄昏以前呢，大家都可以讲孔尼吉哇，孔尼吉哇，孔尼吉哇。こんにちは。谢谢。然后晚上啊，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Yes， 诶，晚安就是要睡觉的时候。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那比如说，我们跟人家说，诶，对，跟你老婆，或是跟你女朋友，或是跟你老公，或是跟你男朋友说，诶。欸，我本来困啊，晚安。他跟你这样讲的话，你就回答：嗨，我要思密。嗨，我要思密。嗯，这个我要思密那在讲，人家跟你说对不对？我要思密那在，对不对？那人家这样跟你说的话，你要回答：嗨，我要思密。嗨，我要思密。然后，ここは，就是这里。比较近的地方啊，比如说我跟哈这个一二三四第三排这个距离啊，叫 Coco 啊，比较近的，比较近的地方。然后第三排之后呢，近对方的啦，就是好像那个我跟洪先生的距离啊。索国啊，索国啊，嗯，索国啊跟索国啊是不一样的。我们近的地方啊，跟有一点远的叫索国啊。嗨，こちは，こちは也是啊。索国啊跟こちは是差不多一样的，嗯。然后あそこ。阿索哥，对，阿索哥是那边呐、啊。然后他加一个哇吼，就是是的意思。哇，阿索哥哇，就是比较远的，没有包括于近里面的地方。但是这些都是，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在我们面前或是远一点，但是我们面前嘛。还是有一点点远。索哥啊，就是我可以比呀、啊。比如说索哥啊是可以那个开车到那个新竹的啦。啊，这边是去那个哪里？南崁吗？对不对？那边好像是南崁交流道嘛。那边是去新竹吗？没有。
没有啦、啊、你如果说你要开车，你应该是这边是新竹啦，都这边喔、哦、啊这边呢啊南港交流道是不是这啊对啊啊那你们又说没有好啦那好好好下课再跟我扯齁来すみません对不起也可以请问すみません因为在日本比如说对不起也可以讲ごめんなさい啦啊也可以讲すみません啦那比如说我们去日本啊或是说日本人来我们中央的时候肯定会讲啊ごめんごめんなさい或是すみません可能是你撞到了齁人跟人撞到了也可以讲啊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那你有问题啊啊对不起也可以这么说像我的话是比如说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啊すみません欸路一副你一顾啊我比如说我要去加油站啊すみませんガソリンスタート路一副你一个抛盖一个啥会这么问他开头就对不起就すみません那你人跟人撞到了也可以讲对不起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问说这个路怎么走啊也会问说欸对不起我要去加油站请问怎么走不可能直接碰到不认识的人说欸哎哇我都没有油啊被抖嘎对吧就是他一头是すみません然后再来是嗨嗨嗨是比如说他也可以说怎么说啊我问你啊那个东西在哪里啊嗨啊在哪里嗨很简单的回应啊比如说我上司问我说欸你那个摩托车停在哪里啊嗨我停在中央的门口就一个开头嗨是的对也可以讲对哎、啊、那个东西你拿走了对不对嗨啊你都好啊然后一耶就是不是所以这两个东西四个对跟回答对不起跟请问这两个比较重要这两个是我们基本上一定会用到的在那个日常生活上这两个すみません跟嗨啊一耶就是不是很确定的说不是不是啦一耶的意思啦然后春夏秋冬春哈鲁哈鲁哈鲁夏天夏兹夏兹秋天阿基阿基浮游冬天浮游浮游在春天日本一定会有萨古拉大家都会去看花嘛然后呢它到了夏天啊哦哈纳比就是那个烟火大会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日本的台场台场就是奥黛巴那个很大的那个什么一个算是游乐地方他每一次在夏天齁都会放烟火很漂亮然后他们到了秋天就会有枫叶这里去过日本的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一下很久了多久20年哦20年那我大概是可有那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日本的樱花有很漂亮吗很漂亮都去哪里看啊哪个公园
是去新宿还是上野？新宿啊，新宿御苑对不对？就是很大的公园那个、啊，很漂亮啊。有没有去过上野的？没有哦。下次去要去上野看呐、啊。上野吼、哦，它那个熊猫那个公园，上野公园啊，那个比较好看。啊，也可以去皇宫旁边那个街道啊，上面也有，它是那个逆 S 型的，很漂亮。然后枫叶有没有人看过枫叶？日本的枫叶，举手啦！哇，都去过嘛。好，枫叶叫 Koyo， 也可以讲Momiji。然后呢，春天到了去看樱花，夏天到了去看烟火，叫 Ohanabi。啊，秋天到了，我们要去看枫叶，莫米吉啊！啊，冬天到了怎么办？会下雪吗？下雪就躲在家里喝啤酒看雪。对，现在应该我昨天朋友跟我说，吼，在东京已经积雪积蛮多了。现在是一月底嘛。蛮冷的，其实下雪吼，它下雪的时候不会很冷啊，最冷就是它那个退雪的时候吼，它雪融化了，就开始会冷，然后呢，走路都会滑。一定，来，日本国。日本国，日本国，日本国，然后美国 ，America， 哪一个英文讲得好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婷婷，你站起来一下。那个美国啊，英文怎么发音？American， 对齁。那日本它这个讲的就比较不一样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 America。 然后呢，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那个麦当劳啊，麦当劳的英文怎么发音？婷婷站起来讲一下，快点上课，我说高点高铁快点啊，不是啊，你直接讲英文嘛。啊，麦当劳是不是？好，确定齁，麦当劳齁。啊，在日本齁，我们讲麦当劳啊，叫做马库多纳鲁多。不要笑，这是真的。马库多，马库多纳鲁多。马库多纳鲁多，然后再年轻一点，18岁啊，19岁、20岁之前的叫马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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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一下啦，马克，然后呢，日本国，アメリカ，这是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对不对？靖国神社。No， 靖国神社。对，靖国神社里面有放我们台湾的那个灵位嘛？那叫灵位，大概有几万个啊？39100齁，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个。日本国、美国、靖国神社都有国在。因为如果说我们只知道说靖国神社，但是不知道它日文怎么发音的话，
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战士啊，放在那个靖国神社里面。请问大概去过靖国神社的有几个人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而已哦，七个。那我们去靖国神社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没有感觉啊？看看而已哦。你们去靖国神社到底是干嘛啦？啊？参观哦。靖国神社是一个非常，在对于日本人来说的话，哈，非常怎么说啊？神圣，也不能讲神圣啊，因为它是日本天皇的。他是皇室里面做出来的一个神社，我有把他这份资料啊，如果想要的人，等一下下课再给我，那、再跟我说啊，我现在还在翻译啊，我再把那个靖国神社的他那个日文哈、为什么会靖国神社，然后为什么靖国神社它里面有放台湾跟朝鲜的那个，还有多想。新珠白啦，嘿啦，坑爹来对，为什么吼？我今麦我伫咧翻啊，如果大家要的，等一下再跟我说。所以，哎、你说，啊，下课再跟我说嘛，吼、啊，所以这个靖国神社吼，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进去到。嗨，靖国，我今麦我伫研究呢，因为他那个。日语齁，你要把它翻成中文齁，它很多很多有些话齁，日本人有可以翻可以说，但是有些呢国语没有，所以日文它是比较难啊，它比较深奥，而且现在要加入了很多外来语啊，它又每天会在改那个外来语啊，所以这一方面有点困难啊，我在研究这个靖国神社，研究好了我再给你好不好？好，雅斯库尼金甲，嗯，然后今天是星期天嘛，星期日嘛，日曜日，日曜日，日曜日，月曜日，星期月曜日。开曜日，开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听听，往上拉，土曜日，土曜日，南曜日。男友比就是我，你可以问人家 Q 男友比。嗯，那今天是土曜日的话，就 Q 啊土曜日です。嗯，啊，今天是礼拜几？男友比ですか？嗯，往下，往下，下啦。下面呢、啊？还哪？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往上，土曜日，南曜日，记住吗？啊，今天是。礼拜几？就直接回答我，你只有比嘛？对啊，啊，一直讲，拖不要拖懒，就直接你只有比就好了嘛。我来上面呢，好啊，前天、昨天、今天、前天、おととい、おととい、昨天是昨日。今天是 Q，
啊，请问大家是什么时候来中央的、啊？扣那也扣啦，哦多多伊啦，对不？吼、哦、啊，不要讲啊，我都在跟你干嘛？啊，你都讲哦多多伊就好啊，吼、哦、啊，张边那讲，听哦，听哦，啊，今天呢？扣扣扣，啊，明天是阿西达。阿西达，啊，后天是阿萨德，阿萨德，啊，每天叫毎日，毎日，啊，我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哦，对，哦，对 ，yes， 啊，啊，当时要回去啦，等你啊，不是等，等你，等你，叫，嘿，叫，叫哈。啊，明天呢？明天是礼拜一，是不是大家都要上班的？啊，怎么说？阿西达，阿西达，来，你听往上啦。然后上上个星期，先生秀，先生秀，先秀，上个星期先秀，先秀。这个星期叫空修，空修；下个星期叫来修，来修。来往上来一下哈。下个星期叫啥来修，啥来修。啊，每个礼拜叫麦修，麦修。啊，上个月叫圣给子，圣给子。先生给子啦，哥们，先生给子，先生给子，上上个月啦，先生给子，先生给子，上个月叫圣给子，圣给子，啊，这个月叫空给子，空给子，下个月叫来给子，来给子，啥来给子？下下个月，啥来给子？啥来给子？毎月。毎月，每个月，前年啊，おととし，おととし，去年叫去年，去年，今年叫今年，今年，明年叫来年，来年，后年叫再来年，再来年。啊，每年可以讲 my 头西跟 my 年，可是很少人在讲 my 年呐、啊，都是讲 my 头西啦，比较多、哦。啊，我多多西呀，就是前年啊，前年大家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东西？看什么烟火啦？日本的国难呢、欸？311。我的印象很深刻，三一那个时候哈，我刚刚好从福岛那边回来东京。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如果说啊，我那一天没有在福岛回去东京的话，我妈妈刚好叫我回去东京，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教书了。所以呢。前年啊2311啊，对我来说一个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日子，在那一天我失去我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就被那个海浪给卷走了，这是真的，我拉不到他，我没有办法去拉他。其实大家可以上网去看311，有那个时候有在日本人群举手给我看，没有，都没有哈。我曾经跟秘书长谈过311，可是他没有理我。但是我会找时间跟他说311呀、啊。最后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那个不是你们在 YouTube 看到的，那是我亲身体验，
而且我下了东京，骑我的重机回东京的时候啊，回我家，我还不知道说那摇的是什么情况，还是一个老头子开计程车的在路上把我遮下来停。我下来之后，我看到那个高速公路在那里晃，一直在晃。然后我回到家里上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往下冲，我还在走。因为可能是我基本上都很比较头脑反应不过来了，我不知道说在摇的多大。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那个时候那一个礼拜吃不到，你要去超市去买东西都光的，都是光的，而且你买不到一杯水啊，你想要买一个面包也没有，但是真的是空的。那一个礼拜齁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我觉得说大家全世界啦，捐那个钱给日本最多的是台湾，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钱买不到东西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说钱不是有用的，你再多的钱啊，买不到一个面包。我那一个礼拜大概四天啊，我三天没吃东西，买不到啊，真的买不到。所以大家会觉得说311没有什么，在我觉得311很重要，快到了。OK， 现在我想叫大家讲一下尖阁群岛。那个尖阁群岛就是那个什么钓鱼台哦，是不是？可是呢，尖阁群岛是好像不是吧？尖阁群岛是很多岛嘛，对不？就是钓鱼台里面的一个东西，尖阁群岛嘛，对不？啊，那个秘书长他一直写这个尖阁群岛，可是你们不知道怎么发音吗？没要讲啊，先搞个小岛。尖阁小岛，钓鱼岛啊，可是日本是写鱼钓岛。有哦，直立机吗？有哦，直立机吗？有哦，是可以讲鱼啦。啊，钓就是直立啦，机吗？有哦，直立机吗？尖阁小岛，尖阁小岛。有我直立机吗？哎，婷婷再往回第一页。好好好，那我们复习一下。Coco 啊 ，Coco 啊，台湾 safe， 台湾 safe， 九二开港，九二开港，我担心大吉诺。私たちの事務所長は事務所長は竹林師匠先生竹林師匠先生。那等一下我们要是去楼下看到秘书长的话，麻烦大家跟他讲一下竹林師匠先生，竹林師匠先生。下，往下一下。私たちの事務所長は、竹林先生。武林老师，对不？我们先不要讲这个嘛，西修先不要讲嘛。他给巴西神社，来往下一下，
ここは台湾政府、私たちの事務総長は竹林先生。OK， 可以吗？来，再往上一下。今年は平成25年。今日は日曜日。私は東です。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不是，你们要回答我，おはよう就好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Yeah。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No。对。ここは。そこは。あそこは。すいません。はい。春、夏、秋、冬、桜、お花火、紅葉、もみじ、雪、日本国、アメリカ、靖国神社、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何曜日、何曜日、今日、日曜日、何曜日、何曜日、何曜日、はい、おととい、昨日、今日、おととい、昨日、今日、明日、あさって、毎日、先々週、先週、先週、今週、来週、再来週、毎週、先月、あ、先々月、先々月。え、不要这样、我第一次教课嘛。原谅我一下好不好。先々月、先月、今月、来月、再来月、毎月，也可以讲毎月啊，也可以讲啦。啊，最好是讲毎月，这样子比较，人家听啊，我日本人比较听得懂。再来年，毎年，毎年，尖閣諸島，魚釣島。来，蒙下拉，再念一次。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私たちの事務総長は竹林。竹林先生。ここは台湾政府、私たちの事務総長は竹林。ここは台湾政府、私たちの事務総長は竹林。谢谢。啊，希望哈，我现在在想下一集，然后我下一集呢就是Hello 这下面高级班呐、啊，高级班我会哈跟大家解释说什么叫做靖国神社，因为我现在在翻，很难呐 啊要大概要还要很多天。那如果大家一定要的话，你们等一下
跟我啊，我给你们名片，上面有我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阿多列斯啊，对啦，网址啦，啊，你们给我啊，我再回你们，因为齁我打国字比较不会打，我都要用翻译的，好不好啊？我再回你们话，那希望大家知道要知道靖国神社的那个原因从哪里来，我等一下再。我弄好了再给你们，好不好？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下一次的那个高级班啊，我再教你们别的，好不好？那今天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じゃあ、クル、クル、谢谢啊，有没有忘记？等一下下去不能再讲他秘书长。